中读圣经网福音，耶稣刚完这些话，向天呼啊，是合教路，去了光荣你的子，和教了的子也光荣了，因为了刺激了他，有发力感人，为叫他将永生刺激一切，日所刺激的人，永生就是认识了。唯一的真天主，把勒所派养来的耶稣基督，我大地就已光荣了勒，完成了勒委托给我的工作。有我现在，在勒明在光荣我吧，赐给我大世界无有之灾，我在勒在所有的光荣。我将勒的名已向世及，他错有世界当赐给我的人，他们光属于勒。你把他们托给我，他们也遵守了你的话。现在他们已经在还你赐给我的，都是由你而来的。因为你所授给我的话，我都传给他们，他们也接受了，也确实在是我出自你，并相信你派遣了我。我为他们祈求，不为世界祈求，只为勒赐给我的人祈求，因为他们原来是属于勒的。我的一切都是勒的，勒的一切都是我的。我因他们已受了光荣。从今以后，我不到世界上了，他们还到世界上。我爱到勒何国，神父，求勒因你的名保护，支持勒赐给我的人。使他们行智慧益，正如我们一样。基督的福音，基督我们赞美你。感谢你姊妹，耶稣这段话是一个祈祷，最后晚餐后，耶稣主给人配了种种物件，然后为人祈祷。要到耶稣主的祈祷来拜，今日特别。耶稣大概是这句话：“伊拉天父将永生赐给我们。那永生是理解，永生就是认识天父及他所派遣的耶稣基督。天主愿意赐人永生，永生的意思就是天主来丰富的生命。咱若是会认识天主，接受天主的爱。”咱个生命当就仁慈、有宽容、有慈爱、有和平、有喜乐、有所有属于天主的啊。所以天主愿意咱有这些个生命，但是这个生命不是由咱来取、由咱来做个。咱若是做正个、做好个、做这个、做好个。咱就得永生，唔是永生，就是咱得爱认识天主，甲伊所派遣的耶稣基督。咱发现咱是细汉的时候，咱个爸母将天主耶稣使咱会认识，但是咱大个时候，咱得爱家己甲耶稣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，咱爱认识耶稣主，咱爱听伊个道理，咱爱明白，咱爱默想。那耶稣主做人的朋友，耶稣主的，伊卖人做伊个仆人，伊也能做伊个朋友。咱能家己甲耶稣主个关系，就亲近咯。咱能话有病，将耶稣主介绍好其他个人，使许撮阿未认识耶稣主个人，也会来认识伊，来对伊，来相信伊，要对伊来得着永生。咱个家中，到今日，咱今日是庆祝这个世界传播节。家中就当咱应该到咱个生活当来编织咱个故事，咱个救恩个故事，就是天主在每到咱个生命来，天主到咱生活当赐咱这个永生。了，这个生命唔是是我单单我家己有个，我爱我个更新，我周围个咱来分享。所以由那个家庭开始，当初云南当耶稣主
离这个世界升天之后，伊人发真惊，伊人惊受迫害。迄阵时，伊人发袂领受下生，伊人就踮无一个大厝内边，做无来祈祷。但是迄个时候，就是一个机会，伊人来分享伊人个生命，伊人个经验。伊人呾哈，耶稣主甲人做不个时候，伊带了自家，伊做了自家，自家做些个分享，做些个想。所以人会如来就明白耶稣主要下生降临个时候咧，伊人就啊突然间发生种种，突然间会明白咯。咱人大人个生活也是做些，尤其是阵咱阵徛到来，咱袂得出门，咱一个机会，咱家庭个咱就爱做母来分享咱个生命、咱个经验，陪陪耶稣主在咱个生活当接触你来。古早个，咱细个时候，咱读书个时候，咱无伫做工个时候，咱无伫结婚个时候，咱生囝咧，接触经验当中，咱个历史当中，天主专门甲咱帮助，天主专门赐咱生命，所以接触故事那一撇，接触故事那一串，就是咱见证天主对咱个好，天主对咱个这个恩赐，所以咱求天主帮助人好好用咱个话来，就是来分享。咱莫打批评个话，咱莫打别人骂个话，咱莫想想无。咱爱打个话是爱来奖励咱个生命，在天主个话、天主个慈爱，以及咱别人个生命来帮。感谢大家，天主祝福您。